了。好，那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台湾读书室表演。那我每次几乎回家有空就会过来。那台湾读书室我觉得有个很好的活动，就是它每个礼拜五都有一个读书会。那我希望大家，其实读书会就是其实礼拜五一个晚上时间，不看坏人林明德应该是还 OK 的。所以大家其实有一天可以礼拜晚上可以拨时间来读书室，大家聊聊，就是聊聊天啊，阅读啊，分享一下最近读的书。像我最近读比较多台湾文学，像我最近很喜欢钟理和的书。那其实如果大家有读钟理和书，其实就知道，其实钟理和他是很穷困，一生很穷困潦，就是潦倒，然后但是他在穷困之际，他还是很努力的在写作，那写了很多篇非常棒的小说。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啊，也有欢迎，都没事。那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啊，可以去看一下钟理和小说。那钟理和小说，我就有一篇叫做《草坡上》，它应该有收录在我们国文课本里面。那我觉得非常的棒。那所以其实只要就是阅读的孩子，真的不会变坏啊。玩音乐的也是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话，可以多多参与那个台湾读书室的活动。接下来到最后一首歌，我非常喜欢一首歌，那这首歌大概也不能透露我的年纪，因为这首歌比我还老。这首歌我非常喜欢，那它也给了我很多写歌的灵感。那其实它是1970多年吧，那个李双泽写的《美丽岛》。当初《美丽岛》这首歌是应该是陈秀喜，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女诗人，她写的诗。那经过改编，然后李双泽把它写成一首曲子叫《美丽岛》。那这首歌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常常能够听到。那它除了代表的是台湾新一代台湾音乐发展的一个崛起的一个起点，那也代表社会一些反思的力量。那我今天唱这首歌做一个 ending， 那希望大家把台湾读书室当作一个台湾文化一个传承的基地。那希望谢谢大家。